back to Hong Kong. They're trashing 90% of the subway station of Hong Kong. Like, if you wanted to go to work, how could you go to work? Like, some people are stopping the subway there, just like New York. Well, I live in New York. Yeah. Okay. Yeah. That's what we're doing. Yeah. And protest in Hong Kong. 就是乱港的其中一个领袖叫罗冠聪，他经常来到 NYU 做讲座。当时我非常担心这个 panel 或者这个讲座没有办法完整的涵盖两方的意见、两方的思想。我们不希望它变成一个 biased 的 panel， 我们希望给所有人提供在场地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的声音、我们的立场理性的表达出来。我们很多同学都想进入那个座谈会去表达我们不一样的声音，但是我们很多中国同学的那个预约 RSVP 都被取消了，但是我们这个情况就并没有在其他人那边看到，所以我们怀疑可能学校有一些倾向性的去把我们从里面的座谈会给拿出来。其实在美国这边，你可以看到更多外媒的报道，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外媒的偏向性真的是太大了。他们各个暴徒的视频他们会剪辑，警察开枪的视频他们直接会剪辑。那我们的祖国内地出来的留学生都很认同香港问题，我们应该正确的看法，认清这个事情的本质，认清不应该有暴力这个事实。